我们的救恩啊，实在是完整啊！就这两座堂的这个预表啊，我们有环基堂，也有金香堂。我信我们都很乐意，也很渴望有金香堂的经历跟这样的一个带球的生活。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教会生活里头啊，却觉得不是那么的刚强。感谢主，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跟我们点出来，可能我们在这两座堂的里头啊，哪里出了问题。哦，主耶稣啊，赞美主啊！我们有时候曾参加祷告机会不是那么享受啊，代求祷告不是那么有力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我们吃饱了没有啊，我们吃主的食物，我们吃饱，我们可能没吃饱，也来参加聚会了，这个祷告机会就不是那么享受。最近赵卫在激励我们要相信祷告，今天信息转我们，不是我们在那里祷告，是主在那里替我们祷告。哎呀，我在这么一想啊，这个压力，这个责任呢，就可以连到主这个身上。哦，赞美主，所以真是兴起赞美给我们看见啊，这两座堂是我们造位生活的根基。我们一面经过欢祭坛走到这个金香坛，从献祭啊到这个献香，一直来享受主，愿主祝他的造位。